人家在工作了，你们也可以，你们也是体红线，也是违规在先呢、啊。我才会来的，不管你们不违规停车，我会来吗？谁违规停车？我是在工作，在下货哎、欸。你现在是红线，请你离开，你挡住整条马路了，很丢脸的。本来整条马路都被你们两个占住了，现在请离开。你们绝对上诉你们啊！请你出示身份证或驾照。我们现在在搬东西。小姐，这边是红线，请你出示身份证或驾照。让我们离开，要不要开我们单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有说搬东西而已、啊。因为这红线本来就不能停车、啊啊啊啊啊，然后这位小姐还拿手机出来，那我们就要严正执法，请你出示身份证或驾照。不是，他一直说要开我的单啊。好了，没，你红线我一开始我们好声好气跟你讲说车子请你离开，然后你再跟我讲说，请你出示身份证或驾照。哎，你现在是干嘛？我也跟你说我要离开了。哦，没有给机会，那你现在在干嘛？这边红线本来就不能停车。快点！这边红线本来就不能停车，现在身份证或驾照。现在是因为你不出示证件，所以我们只好依规定进行。我有说要愿意离开，但是你们看我在搬运，你还是愿意要开？我没有看到，本来就不能停车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说我不离开，我们要离开。我在搬运东西，我们在工作。你要不要看清楚？后面那台车子，因为你的车子挡在这里，所以他就不会过去了。没有，我一定会申诉你们的、啊。好，申诉你们要离开。警察真的是，对啊，人民的保姆真的是很丢脸。对啊，我们要保护大家。很丢脸。不然这条马路都被你们两个占住了。对啊，现在请离开。你们绝对上诉你们啊！哦，帅！违规在先，人家在工作，你们也可以，你们也是体红线，也是违规在先呢、啊。我才会来的，不管你们不违规停车，我会来吗？谁违规停车？我是在工作，在下货哎、欸。现在是红线，请你离开，你挡住整条马路了。